是北河电影城吼，台湾地质公园，甲台陆个万里长城浓缩版拢来。然后咱个即暑假呢，有足济好康呢，像我呢是要做一个皇帝嘞，做一大官嘞，要做一个格格嘞吼，让你心想事成。哦，你只要是按账打卡，弄个账免累积，伫个街头内底，搞你的手机传写给大家来看。然后呢，咱只有几落百家原始森林的虫鸣鸟叫，哦，有看到无？啊，佮有老鹰，然后猪猪，袂讲啊，猪猪那个老鼠呀。我们这猪猪的人面猪猪，老咧教学，因足侪人捌看的，啊，你看见嘛？唔能甲拍掉，迄是跳江老的，哦，也让吸取很多的分多精。现在呢，灰马灯灰、蝴蝶啦、九重果哦，很多的花都重开，你可以看到蝴蝶啦，看到猪猪啦，不同样的样式野生动物。然后呢，马够老冠鹰也盘中飞旋，套炸呢虫鸣鸟叫，也捉几鸟啊，几只鸠啊来一家。那么晚上呢，有些水鸡啊，开发地来这些，好、哦、那个青蛙。哦，叫来叫去是大自然的音乐。然后呢，我们就万里长城来这叫一间呢，御膳房餐厅，叫你家卖的很便宜又好吃，鸡肉饭啦、锅渣米啦，哦，阿妈有咖啡，这个休息，强烈的休息，这个好地方。旁边那个龙门客栈，哦，阿妈有彩虹屋去拜拜，这边一个红灯区，就四周台湾阿爸的愿望，拍片的所在。暑期呢，优惠很多，咱本来是招待小朋友，现在是大人囡仔拢袂要紧。你只要去阮万里长城，这本来就收钱200块。那么阮这摆呢，免费招待暑期期间，只要你凭门票去按赞打卡分享的吼，得到穿一个红底衫，热热坐伫个街道内底，阿毛细汉啦，咧抱伊，那是几落百块。这优惠暑期期间呢，这通通不用钱。